柯俊雄追思会台上满满的椰蛋红，送别一代影帝。柯俊雄儿女追忆起慈祥的父亲，听了令人鼻酸。他说，不管你做任何事情，爸爸都会支持你。你要找到一个跟爸爸一样热爱电影的工作。那灿烂的笑容还是会浮现在我梦境中，老爸。希望来生我们能够再续我们父子之间的天伦之乐。追思会现场千名教会教友前来送行，全穿上整齐的军服，要来送别永远的柯大帅。包含资深艺人珍珍、孟非和汤兰花都前来怀念这位永远的影帝。就是舍不得啦，大家一起拍过好几部电影，当然是没想到他会走得这么快。非常专业，而且非常nice 的一个大哥，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自己演戏的经验还非常的嫩，他一直都有教导我。人称柯大帅的金马影帝柯俊雄投身戏剧界超过50年，见证台湾电影的发展。不止演艺圈，总统马英九亲自颁布褒扬令给家属。颁证褒扬令。诸葛亮、狄龙、朱延平也都送上花篮。柯俊雄生前跨足演艺政治圈，人脉极广，千名教友穿着军服送行，场面盛大，宛如国葬仪式，要送别这位国宝级影帝。记者吴君俊、新闻小组台北报道。